是哈尔滨，这是长沙。啊，那好，火炒。我喜欢和我和那大火泡的嘞，火炒。嗯。那到底那个肉鸡长沙是哪？就是石牌路。肉鸡。哦，肉鸡。石牌路这个是西。这是浙江的鸡，你意思是广丰是石牌楼东，东鸡是石牌楼西。这就是两个分家，就是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这个说老实话，这是三八年日本人。这过年不管你咋的改变，说这个大坨，一年绝不了三坨大坨。哦，你说哪改了哪改了？我觉得一看还是那个地方，楼下一点也不改，就是说把这个庙朝都改。哦。大爷，那个古城里头，你记忆中有几家大的茶铺茶叶铺？一个广丰，一个绕鸡。广丰在哪个街？广丰就是牌楼东街对面。四牌楼东。哦，四牌楼东对面。现在的德王铺。再往那个南面走，还有个三义兴，那是宝地热开。三义兴是干啥？三义兴也是卖茶叶。宝地。哎呀，那是绕鸡的徒弟，你逛了。倪广路哦，就在那，就在这个地方。哦，这个倪广路，还有一个叫陆迪，他两个人合伙开的三义兴。你们这一查到属于国有对象，是不是哪国有？一个是宝鸡的，一个是南茂的。你好，欢迎。那个这个，我不是叫金碧石山兴啊。金碧石山兴说跑的这个跑的这个杂货铺里头摆满。是这个意思。不专业。不是说。也就是公司还有，也以后你们这个热气茶庄还开着。开着后来要是。从啥时候不开了？自从这个公司还有以后就。就。这个热气就取消了。是热气。两家就合并了。还广丰两家合并了。合并就是冻结了，就成个。还是茶庄。还是茶庄，那没事。那时候这茶叶它贵了，国家统一管理。国有制了，国有国是就在那个杂货公司，国有企业就是改造了，哦，改造了，哎，国是还有就是国是有个私有财产国家给的改造呢，利用限制呢，哦，那是在那个造鸡时候挣多少钱？好土地一年我挣了10块钱大约，哦，好土地还是好土地是一年10块钱大约。哎呀，这是过去咱俩想起了，我这活也急。哦，给那家里头解决好多困难。哎，别看我这月了吧？哦，也是晚房月了，啥也就是。那会儿我可穷，一个饭都吃不起。对。这10块钱呀，那会儿不能穿，这不是没有吗？哦，咱们那会儿小，又早起了，哎呀，这给家里那得垫点东西。对。一批白布，一批黑布，穿三年。哦，一批白布够多少几张？一批10张。10张。哦，10张穿3年。哦，10张布还有七。一批白布也是一样。两元是多少？5幅布都是一样的。哦，5幅多少钱？一批多少钱？几块一元？那块就是10块钱。哦，那年10块钱是买那2匹白布。哦，拿了那这6块的钱干啥？用人去，给了300斤油呢。哦，1块钱的话，能卖20斤油呢。20块钱。二老，华严寺和人们人气茶庄捐款啊，排第一位是中国银行。您那个捐款排名是就是谁先？捐款的前后呢？还是按那个捐款钱的多少？这个事情，这是一个老姑娘传下的，打破一个啥规矩？这时候要弄得急，难时长西，不花不死去，所以他就失了火。这是要弄得急的，啥也是。打两剑，打两剑就百货公司，那是这时候要的。这时候要弄得急，钱少。啊，他是啥？养狗的，人家是天真的，人家上不死去了，他不给他上。这是谁说的？这个是谁？口面客。说的他不输了，这后面可说的就是。这手越弄得紧了。难时长期不花不是钱，不是就是难时长期不花不是钱。现在这个就是热气跟广丰啊，人家是最多是一个老板，你是那个富二开。富二开，你是那个是富二开，我看这个
老大呢还在广府，小弟呢说我看你是先有的人先有的广府，先有是广府，然后又开了个人杰，后来就是你开的是热杰，对啊，可是奶奶做的呢是广府一天不如一天，热杰也就对，所以讲这话里说是发达，是吧？对，我们国是十三里了，哦，三啥里里，规模比较大也是，也不是，如果三间门脸的话，啊，三间门脸十三个圆伙计，这也算是比较大的这个。大掌柜、二掌柜、先生、金掌先生、管先生、会计、会计，啊，嗯，后卫的。跑外的是干啥的了？业务。后面的跑业务没啊？业务员。那还也有业务员。退休的是到哪去了？你们像这个，人们这个粮食嘛，快来打土了。嗯。内蒙的那个人，来了打土就翻车。对。翻车一他就翻着了。我说哪个？这个还是个专车。嗯。这他的内蒙就这部分，早期去喝茶人，他用刨那个糙米。刨糙米房子摆一套，他早起就个饭。啊、哦，他没买茶。啊、哦，他就不是奶粉、哦，就是茶叶水。茶叶水泡的。哦，泡。不能茶叶沾着那个啥，房子一大把子泡着呢，那个叫这么弄点儿水子那个啥水，那才香。那能好喝。内蒙就这个情况，就是泡起来就能看到这个黑斑斑出来了。那我在这大坨那个油沙坝段那个不有一个油沙坝段那边不三个药房吗？加上药房那边有个卖粮食市场，到那一看干巴巴出来了，啊，今年这干巴这个都熟食了哈，人来了，这把它先客气一多，就是嘛，哎，可是说，你叫你是不是喝饭？咱们把茶叶扎上一句，先挂那上去。第二晚有时间去，这去子去买个这个茶叶。哦，跑外业务。哦，那么我是干啥的？在里头只和那掌柜的，白天就歇不上，骑自行车扩大坡似的，各个角儿出转。怎么小这个，一掌柜的有喝茶叶的地方啊，哪个只和掌柜的有喝茶叶？对。再来半截或者来一截，我是买着的。您给联系这个各个茶店呀、还有这个小纸铺，嗯，小纸铺就是有一些江苏，就这个小纸铺各个地方，就是个吃也叫了，菜是叫了，这个内蒙这个。啊，您就相当于在本地给推销，人家那个外边那个是啊，人家那个推销给外地人。啊，给交这个。人就是外地，本地是本地。这更老，这边就是咱们是。这个就是人气。哦，这是天津做的，是吧？后来发展成紫的。后来又换了包装，换成紫色的了。哦。哦，紫色的是紫的。紫色的。哦，我听了个紫色，我还以为是紫包装的。对。这些就是明星。都是不错的。那自主这是天津的紫号，天津紫号，天津的，嗯，不是你这他就没有这个，嗯，没有那个标准，就是长方形的，刘南，刘南冲，四川的刘南冲，对，那块是不是你这没有这个普洱茶的概念？普洱茶的又是有，大坨没有那个。这是小时候知道的，嗯，啊，大多数进来就是个花茶、山茶、果酒、茶坊，嗯，茶坊、老酒，就是像这东西，嗯，所以说他来了以后，他不一定说是啥，是那个正那个东西，嗯，他就给你教个啥，你就买个啥就来。大头又不是说的是他菜，我说你说一个菜咋的话，说我也不知道咋的菜。对，现在这看电视都知道了，茶叶那就一个一个穿的说实话我想咋。